平圆，他挥了以后，他是大指用的大指的力点带动他，把对方力，他来了一个泄露，卸掉以后，他再反，对方进步，我再退步，这是这手是平圆，左右手。 他这打手跟边家风格不一样，边家一分这么大，孙家风格一打手就是挤，阴阳相错，啊，他这护住他的中线，这才推平圆，他这俩脚要相接要接近，目的是他这有起，啊，他有停起，离太远不行。 他的孙家风格，他往下坐，他是属于压板嘛，压板就，他的蹬踩进，他踩力，后脚的蹬力踩，平圆，全凭意念，匹夫赶超，根据对方的力走，啊，他快，比快我快，比慢我慢，我近身，他撤步，这左右。 手中总带他自己的中线，啊，交叉，啊，他在进步，我在退步，这是平圆，裸带可以裸带使都可以扑，这都可以，他这个平圆，他的立圆，大手相接，啊，他就是这种他的风格，因为他的孙家的风格嘛，就是三点相对，三点成一线。 手尖、鼻尖、脚尖，成一线，三角支撑力，上往上去，上下上下立眼，就是目的往脸去探找。对方来了以后，往我探了以后，我给带下来，给带下来，走任督二脉，啊，走任督二脉，立眼。刚才是带嘛，立眼。我近身，他退。 往中去，就往他中线去，啊，手势的中线，要松柔松缓慢均匀。你在上步，上步，而是他在埋我的脚啊，这是往里趟，啊，可以往外，这都行，往里去，啊，往外，裸带，因为他这有裸带，啊，他往上挂院以后，他的力点。 他在交叉处，十字交叉处，等对方变化走。他为啥抻肩坠肘？抻肩坠肘力大，其实是坠肘力。以坠肘力，他穿倒到烧尖，他一带，他就给我带过去了。他往我脸扑，哎，带他用小指的挂力，用小指的挂力，要均匀。 立往下带，哎，裸带，是吧？用小指的裸带，啊，撑抱、裹抱撑
又远，俯视呼吸，他的理论啊，跟形意八卦态的理论都是沉肩坠肘，含胸拔背，提纲挈领，气沉丹田，虚灵顶劲，理论是不能差的，圈里就是一样的。裸带立耳，我近身他侧身交叉，主要后手就是仿背着，他是衬托前手的，对方又是进了以后啊，这是立耳啊，他的椭圆，他的交叉，他走，因为他的八卦走，他可以走八卦，这个半身覆草，他可以插他的肋下，他挥肘，挥肘就已经破了。为啥说孙教叫肘不离肋呢？手不离，他往这插的时候要坠肘啊，坠肘还不能丢，不丢不顶，粘连面碎，穿，走，往下穿，带，是吧？粘连面碎，不丢不顶，挺劲，全用皮肤感召挺劲，用意啊，全凭心意下功夫，走，我近身。但这个中正啊，要掌握住，不管怎么变，这中不能离开。那俩脚俩脚后要往外扭，成个圆形。定步活步，来回倒步，啊，这回一穿掌交叉，顶住它，啊，阴阳相交，粘连、捻、碎、停、化。拿发，掌握它的原理，顺它进走，顺它这滑道，啊，走可以踏，可以走，啊，这肘粘住，封闭要严谨，折叠，我上步，撤步，哎，好，这是单腿。啊，单腿手，三体式，站定，站定中定，啊，棚里举案，一，务必把这肘给它持住，孙教的方格，腕子给它持住，画，平圈四合，这儿撑着，膨着，松开，涌动起来，做胯，涌动起来，不使力气，用意。放松，才能感到对方的力点要来。上步，撤步，这是棚住、持住啊！它因为它是八卦原理，它穿掌、接掌、起钻、落翻。这回你再上步，我再撤步，这四合手，四正，也四正，砰，砰力减嘛，砰，砰它是撑，要撑力，它捋要轻，它反手都捋，它都往外，它都捋，它捋要轻，因为我砰的力大，它捋给我捋过去，但是不要过这力点，捋要轻，挤要横。他这挤呀、啊，他就是，他跟别家不一样，别家是这种风格，孙家风格是这个风格，三角支撑力，三点零一线，他奥妙在这儿，砰，要撑，我要撑住自己，他捋要轻，我挤要横，啊，碰着挤按，那变变腿啊，可以随意变化，啊，现在我们俩是走这一个方向，先画道，先把这圈儿先画出来。我上步，他撤步，迈他脚，他就退。哎，你上步，哎，我撤步，啊，是活步，这么叫定步，进步就是活步，这回。变换方向，走这边的圆儿，
这边持住，一定要持住它，不要跟它谁走，手走，持它这个关节。来，往上钻，他上，你上步。哎，我撤步，这就要回原位的步伐，就把这方向变过来了。 这叫四合四正，烹驴结案。他过来，他捧，就虎扑抱虎推山，啊，孙家抱虎推山，坐胯，后坐胯，他往上捧力，捧，我捋要轻，因为他捧，他撑着力，两臂往外撑，他我捋要轻，一含胸就捋，捋要轻，都会顺悬崖，啊，他捋回来。 他捧我捋，我捋对方要挤，反手都挤，啊，他往这一挤，孙家犬分个在这儿呢，一挤我得用按，用按破他这挤，按用腰弓往下，往下按透顶，啊，不怕他力大，往里挤按，这四合，啊，可以活不捋，随意这手的变化，四合，烹驴挤按，踩。 踩要施，踩就是拿法啊，就孙家这是孙家的风格，啊，他顺着劲走，顺着劲走，他这一点腕以后，他这个手啊，他捏住，沉住他，这随意是手打，对方他肯定有变化，他一边都走，他都一送，一送就走啊，这是孙家之踩。 孙家之踩，啊，脸要精，啊，这个脸，你看这是孙家的脸，他脸要精，脸是往下去进，把对方恨不得给扎在地底下去，因为他捋是平，顺向捋是平的，脸要精下他，啊，就会牵进坠地一样。 肘要冲，刚才那个烹驴结案呢，它是为四正角，啊，为四正，活步的。踩里肘后呢，是为四余角，八卦嘛，四正四余，加肘定，前进，后退，啊，左顾右盼，啊，这是八加五，啊，太极十三式。肘要冲，这肘它是肘梗。 不见得非得说是肘尖打他，撵住就行。这他撵进，这上这都可以啊。说是肘要冲进。孙家的风格，他的技击原理就是钻、翻、起位钻、落位翻，啊，拦扎一。 他顺劲就踩拿，啊，顺劲就捋，啊，顺劲就捋，随意的他推这个肘，而是这也是，也不是目的，而是摩擦到打到他的根节，打他的尖节以后，任他的出去。它的作用就是，对方不管使什么力，啊，随便使力啊，不，那。 它反作用力，你看，哎，啥？它自然的膨胀，啊，很松的，肌肉软，才能肌腱刚，它在这柔化，它在这变化，靠要绷，烹驴结案，为四正，三六肘后为四余。刚才说里要精啊，肘要冲。 靠，它要绷劲，啊，紧，啪，啊，靠要绷。这是刚才我是肩靠，它可以是胯靠，啊，是胯靠，是它，啊，它都是绷张力。它这个三体式挺关键，啊，四六劲儿啊，三七劲儿啊，它这个它脚它往上。
他这个蹬力挺好，孙家风格，他就是踩，他这个往上踩力是一个，他因为损失太极，他有个风格，他是半木根，搭进去全棒木根，啊，就这半木根，他就奥妙就在半木根，一定把肘给他吃住，撵住，他不管什么变，你随便变走，是太极，你随便变，你看他不容他。还有散推，孙家的，活步散推，很自然，画圈，离环，外圈，这摩擦，拧翻，转错，粘着走，很轻轻松松的，用内力。按进，等着对方来力，等着对方来力，松摊，摊抖，他都别来力，一来力，他这个自然这个太极推手啊，他的奥妙就是反弹力，地球的反作用力，他得踩上力，串倒上来，一喝的，肩胯，又松又缩。要往回抽，他的孙家风格抽，而是手在往头去。来，你，他的风格，你虽然推过来以后，我手往回抽，而这手他可没闲着，他是往前去了。一喝的，等他的来力，但是他不给力，不怕。叫他的力，给他点儿，他肯定变。他肯定变，他变完了这个，这打这个松摊劲，松抖劲，让他找不着咱们的力点，但是咱们可以停住对方的力点。这推手奥妙就全凭听话，对方他都别理，别他都别给劲，他都别给劲，他给劲就弹出去，粘住是推手，在太极里。孙家粘住是对手，不粘就是散手，你离开就是散手。探抖，很自然，很轻松。你看他的孙家风格在这儿，他偷手，你看。损势太极推手告一段落，现在讲解这个活步活步推手它一种变化应用，怎么去变，怎么去走。假设现在往回旋转，他拉着我以后，这太极有捋背胳膊呀，是吧？但是一定要松肩坠肘可千万别支，一支就让人给背住，一定要坠肘。坠肘，这个就可以反打，可以拐肘，可以拉住它，这是一种方法，这边也如此，是吧？这边拿着以后，要折叠，要折叠，多种变化，随机应变，他又拉住了，又背出来。要顺他进走，还不要支，支了等于射了。顺他进走，这一脚可以扫他腿，也可以插他，都可以变化。但这有助劲，不扫的时候要扣。在这个变化，要穿到后，穿在眼，还有起钻落翻，就出去。活步，就是随机应变。假如把对方背住以后，他也要变，你要这儿要一定要这儿持住他，一定要持住对方，这儿持对方以后，他发力他是肘不怕，他是肘不怕他肯定要变化，要是肘，这肘可要松了可要松了。
蓝扎衣，还是蓝扎衣。 很简单，这个就是如履长安，他妈的劲，他因为太极，他本无法，动就是法，动就是法，搞他妈。 根据对方变化，推，随便走，看，要给他打出去，驼步四合，这叫四合，他随便进，随便怎么发，随便怎么发，守自己的中线，打对方的中线。 这俩脚是随意变化的，俩脚，随意变化，这俩脚来回一倒步活步，顺着就走，任意对方变化，凭着劲，推手就是挺劲。 劈斧的感召，随便放啊！看我这，我是踩住他了，很自然，也很轻松，损失他一推手。练式是有法，推的时候是法无定法，无形无相。这步一定要持住他步，持他步。 啊，一错就走。假设我这个不持住他，我这一法力，他一法力我出去，法力他我肯定要出去。这儿要持住，你法力，这手不要离太离得早，尤其这手不要挥太早。你挥太早，他这手人家随意变，持住，给他持住，随意怎么变？ 随意怎么变？腕关节、肘关节，就给都给他持住，就这么打轮，就这么画。这种感觉，这个肩一松，是吧？他的力，他来了以后，他反他的是关节。其实这么一看都明，他吃的是他的关节。 走他的关节，吃他这关节，吃他关节，他不得势，他得不得势。一个反弹压晃力，他按到晃上来，这晃啊有个神作性，这孙家风格，这个神作性带反弹，就叫画打，一画，一画，就打，一画就打。 来回变步，很轻松，很自然。对方随便发啊，他我没告诉你，你看他没告诉你，你得顺他力子走。再打这边轮。 左右换，撵他，这手撵着去，搓着去，撵翻，滚动，打根儿，专打他肩颈。 损失太监的风格特点，他突出了都是，就是找他关节，沾手就走，就送，打跟节，很自然。
对方随便发力啊，哎，顶住！我这捧着呢，因为他推的我，他往后退，他按到晃上来，我这是个晃，啊，他是个晃，是吧？等他的力一来，哎，他是瘫倒立，是吧？手双锤。 你看这个力呀、啊，沾手啊，力还得散手，他随便沾，他还可以踏。你看，你捧住他，捧住他，不怕他发力，要撑住、持住。他因为这个含胸啊，缩胯、缩肩呐、啊，他理儿是空的，他找不着点，哎，他找不着点，嗯，膨胀，嗯，膨胀他，啊，他一鼓荡，丹田气一鼓荡。 他肯定不让我动，他不让我动，哎，是吧？顺着他劲走，捋，哎，顺着劲走，哎，这回往这边走，这儿一定要护住，哎，推他这个肩，顺他这劲走，他不管怎么捋，啊，有这么掰的，是吧？假设你走这个劲，哎，顺着劲，哎，哎，就靠他。 持住，他这脚是自然埋住，啊，顶他，啊，这抬腿手，变化是无穷的，啊，随便动啊，随便变啊，嗯，来回哎，穿他，啊，他就别来，嗯，他就别来，啊，顺他劲的走。 很自然，也很轻松，不用有多大力，就是顺劲顺对方的力。哎，哎，哎，就打他跟，哎，轻轻的，哎，他过来了，随他劲走，他力往哪边去，你就往哪边走。 圈平平，嗯，跟他走，你看他又变了，变了的可以，往胯踏的，全别支压折了，嗯，这儿，嗯，啊，就可以走拜师傅草了，把挂了，啊，持住他的腕，持住他的肘，一定把关节给他封住，给他封严了。 很轻松，啊，也很自然，啊，也很自然，啊，对方随便使啊，看，啊，是吧，是都可以，只要你沉浸这种，啊，含胸把背，提纲挈领，气势丹田，做到自然，啊，做到自然，他的随心所欲。 哎，嘿，你看，就顺他走。假设他还踩住，很自然的踩住，看了没？他这儿呢吗？使劲，哎，谁又出去了？啊，使劲出去了，顺他劲，顺他劲啊，不要扭着他劲。他这个呀。 刚才呀，他腿肘尖以后，他我这弹簧，因为他的力到这来以后，他我抽缩，这抽缩对反弹，啊，他一反弹，啊，他就出去。随着他一推手，大捋啊，大捋和这个活步变化。 大捋手啊，损失它的特点，它就捋转，它反腕，俩手捋他的这个腕部跟肘部，你带我的肘部。
他非得有八卦的一筹，没有八卦这个基础，他走不领，走，翻翻，捋，翻翻，走捋，这回一穿，捋这一面，翻翻，捋他，他翻翻捋我。 跟着他走，顺着他走，啊，这大捋，哎，八卦船长，啊，他这个大捋非得走出他的活步来，那个技巧。损势太极，这个大捋，它的作用，它的要领很多。这个反腕，反腕的时候，要裸带这小指。 啊，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、大指，它有裸带，裸带以后，后手，这左手也如勾芡一样，如履带，啊，因为孙家的操作是挥手如钩啊，履带，过了以后要臀吐，吞，啊，后脚要踏住力，啊，要踏实，要虚实，后脚力在后边，它已经串到上来了。 啊，地手反复串上来了，啊，这一捋，他的反腕，哎，他有反腕，啊，对方他有反腕，他就捋我，捋我的时候，他带的时候要顺着劲，他不管他往哪边走，不管他往哪边走，要有八卦的汤尼步，啊，过来，不要支，啊，这叫这手不要支，支了他就可以你背住，要松肩吹肘，啊，松肩吹肘，他要。 他腕儿做胯，松抻，捋，走，跟着他走，啊，跟着他走，又反，嗯，又开始捋带他。这个捋的时候，变化有撅撅臂，啊，有撅臂，有撅腕儿，啊，捋，还可以肘部，啊，因为他捋的变化，他捻劲。 太极他是捻劲，给他捻过来，他反过来反手，哎，他要捋我，那我跟着他走，这手后手一定要跟住，啊，一定跟着走出八卦步来，跟他八卦步来，要反手，要带，啊带，旋转，啊旋转，哎。 跟着走，翻转，不翻转的情况下，捋，大捋，大捋就是活步。梗过去以后，梗过去以后，这个手它的变化，它很关键，在这儿，哎，这变化捋，啊，转圈捋，八卦步，反手捋。 跟着他走，啊，不要被动，跟着他走，这个他把八卦步这个穿掌，啊，挑，挑穿，你看孙家东西，挑穿，嗯，顺他劲，一定顺着劲，啊，一定顺着劲走，螺旋，啊，这手要投，但是变化那可以这么走了，是吧？他肯定摘我这手。 啊，这摘这手自然脱开，驼腕，哎，很自然的。这手往里穿插，穿，这他接了，这手往后一抽，他都捋了，啊，啥？你看这意思，你看，嗯，多简单的，嗯，是吧？哎，他不得不松，啊，他不得不松，拽，捋。 又反，反捋，啊，你看，是吧？还可以绕，穿，又松开，是吧？走，那边，你看，很轻松的，很随意的。
那手啊，不要闲着。它的滚动，它的滚动，我给使个力点大的，你说，他就是，他就过来，就是螺旋的铝呀，大铝嘛，就是螺旋，折叠，来回来去的，一穿，一绕，走弧形。旋转着走，十字交手，总也不能离开中，总也不能离开中线，总也不能离开中线，捋，旋转，穿，还可以变狮子长嘴，还可以做片掌，是吧？一捻呢，这一捻。一压一踏，就射，随意变化一下，破坏对方的中线，这手务必缝住，因为他是往，他是手往，他要往脸去，往肩去，要抽住肩，要抽住，要挺着他，这回得罚，擦，啥？反手，反手都跟着捋，跟着，他这么反，这么反，很随意的，就是拧翻钻果，这跟入蛇一样，入蛇一样，不能支，绝对不能支，回肘，坠肘，抻肩，做胯，做胯，做肩。翻肘，他带跟步，跟人去插裆里去，或者买着去，走，看就这个腿背着，这不，就是捋过来了。旋转，旋转，旋转。很自然的，这大驴，可以往下坠，坠，往下带它，而不是往上去，往下带它，也往下捋我，要的如林似的，走，往那边捋，往这边捋，给它弄出去，随手就会了。不要往这边捋，这捋他那手要打对方，往这边捋不行的，是吧？避他那手，一定得避他这手，裂他，往远裂他，往远裂他，往远裂他，很顺其自然的，对了，这方向对了，倒换步的窜步，要窜步，跟上脚步，随他变，这大礼就结束。这一节讲解三步推手，随意打手，三步，很随意的，很自然的滚动螺旋，摩擦，产生那个力学原理，这就是杠杆，这就是杠杆原理，这杠杆原理，它还有一定的角度，45度角为最佳角度。它有一定的角度，阴阳阴阳相合这它都得出去，法力，太法力变化是无穷的，三步，手也是散的，很随意的。
用我的肘部，它随便滚动，用我的肘部，哎，你看它，我不停的运作，它找不着点，啊，它都别给劲，它就别给劲，你看，它给劲，这个点就变，啊，不停的改变力的方向。随意自然啊！看，啊，这脚一踩，啊，力往下一沉，一沉劲，一鼓荡，啊，而不是我的身体在走，在运作，而是我的丹田，啊，丹田在这鼓荡，丹田在这鼓荡，啊，它穿导到四肢八节，是吧？给它卸脚，哎，是吧？刚才它已经软了化了，但是给它调这边。他掉这一脚，哎哎，他掉他的脚，啊，摆动，虚实分明，嗯，诱敌神入，嗯，哎，诱敌神入，引进落空，啊，把对方的手引进来，让他落空了，嗯，嗯，哎，鼓荡。脚底下一定要走汤泥，啊，一定要走汤泥步，因为这个汤泥步走下来，它稳，啊，气它能够沉下去，啊，沉到踝骨，沉到踝骨，啊，走走，走出这个踢拉劲来，是吧？哎，你看，哎哎，冤呐，太极是冤呐，啊，就是走冤儿。粘连绵髓，粘着粘着它，碎着它，碎着它，啊，走，看，嗯，看，啊，封闭啊，有眼睛，嗯，还给他，你看，发，哎，不停的滚动，让他找不着点，嗯，让他找不着点。推手的目的就是破坏对方重心啊，他的目的就是破坏对方重心，因为破坏对方重心，我才掌握我的重心。啊，跟跳舞一样，很轻松，但是要松沉，啊，要松沉，啊，松沉，他的力点，他能可以穿导上来。无形无相，随意。随风摆柳一样，啊，手法你还是那变换手法，它中节用这中节的滚动，把肩要松开，关键是肩胯要松开，啊，你肩胯不松开，发力是不行的。哎，他绕的中线也不怕，哎，都随他力道，像我都随他走。他那怎么发怎么发啊？他那怎么发怎么发？命门啊，命门往后撑啊，等他的力，嗯，等他的力，往上一冲，就是炸力啊，就是一种炸力，就是一种炸力。这自然，他这步他都这孙家风格，他自然他就哎呦啊，他就到那儿。啊，看他的变化，啊，很自然的变化，让他力发不出来。那他卷住手里，你要松开，就刚才他，你要是不松开，他卷折了。哎，该他顺他就走，顺他。这回他碰着，哎，左右啊，左右摔他，啊，把他这个重心给他打花了，打散了，啊，有的对方装功是不错，不错，给他打散了，打散了，打花了喽，你才能拔掉他的重心，啊，得拔掉他的重心。
随便进手啊！嘿，啊，随便进手。他那在往上使，随便上，随便他扑，啊，扑，那扑也走也进，往上扑，是吧？扑也进，还再扑。 滚动，不停地摇晃，啊，让对方找不着点，抻肩坠肘，松抻，啊，一按，一麻子，看，就这么一个小动作，这个脚这地儿，有个给他使个小地儿，往这儿果爆撑，哼，你果爆撑。 那成一体，一个汤晃似的，啊，他就得动，就给他变成点。进退，哎，嘿，刚才这个动作，我要闪着的，他都已经给我扑出去了，嘿，折叠，哎，折叠，捧起他给他含胸，啊，因为含胸他亮啊，咱有亮，一定得亮度。 他可以化解对方，啊，给化解对方，不能挺胸，要含胸，把背，撑，要站着的，要站着的，嗯，给他，你看这劲，哎，给他，啊，捧浪去，你大浪头一样，一浪一浪，是吧？ 进退，你看看，啊，为啥这俩脚裹抱的声呢？他远了，自己首先这中远了，但是他不得势，哎，他不得势，是吧？他不得势，我就得势，我就得势，啊！还脚打踩一不留情，哎呀，这为啥虚实要分明呢？啊，前脚虚实转换。 不用费力气，啊，不用费力气，看，吸他，啊，吸他，无形无相。看他到位的时候，啊，要抢他的意，抢他的点，形体要松。 高度紧急，集中精力，神意。他这也讲电呢，啊，他这，哎，他怕迟住了，他法这儿打，法这儿他这，展这儿，这儿打，这他不管他哪儿是哪儿的部位，啊，自己他都找他这个找这个电，啊，这力点是吧？哎，这他特别推推他得他还拱我一下子，那拱不怕呢，你拱一定挣扎。 一定要手缩臀透，啊，开合纹刚柔，啊，臀透开合纹刚柔，不停改变的力的方向，转动，缝住对方，啊，这都打，这都可以打，啊，哎，他缝住了，缝住真手，哎呀，非得展住，哎，他拧不放，他拧，所以他拧，你看，你看。 所以他拧，他立即他一来，过，走，拍起对手手势。